不是我也不知道具体到底在哪里，是假韩国人。不要比了好不好？很简单哦，两个韩国人，两个韩国人。没有，我这个听过，但是完全想不起来。我也不知道，这个就是专家的一般人的区别。哇！包含风韩不听懂韩，你是韩国通吗？一起加入挑战吧！我是韩国通，锁定雅虎TV。